狂的你理解我的痛苦，然而我要终结你的痛苦。去接修哥二段，虽然没什么伤害。该打还是得打。他们以为我已被击溃，但我从不屈服。不要跟他贴脸就行了。这个一补刀这么不扎什么？他再补了七刀啊！一般这种补刀少的，他就会很急，他就会不让你也补刀，知道吧？是吧，你看他不给我补刀，为什么他不给我补刀？因为他没有补到刀，他也不想让我补刀啊。那么多生命将被我终结，如果我没补到，他就这个等于是他补到了嘛。13刀12刀差不多。打个信号吧，这换血目前是赚的。我是这个复苏之风加多兰盾，他是骸骨镀层加这个多兰剑，他回复能力很差，选择回家了，要么帮这个繁野去了啊。这么久没出来，应该是回家了。这个有现优吗？可以优先回家。命运在等待。长剑加药应该是，嗯，没问题。要想听到我锋刃的真实，这么明显吗，哥们？首先要懂得痛恨重生。吃经验吧，他都漏了，漏了我们就不吃炮这个炮车了，嗯。试经验可以了，虽然我感觉他应该是走，那肯定还会来的，就打完河蟹再来。好，去中路了。那换血就非常的烂呀，上来一个普通 W。他打也不在的，包不怕你的呀，我带着屏障 A 都 A 死你。他们称我为恶人，来，而且我没漏经验。他这时候没意义，还在吃经验，那吃经验我要揍他了。大不小孩子他的经验。嘣，跟我拉扯呢啊，夺掉你哦。队友也传来捷报了，这把打下来基本上已经赢了呀。这把阵容还这么扎实，把加里奥加木木，这是人的阵容啊。中单又开香槟了啊。
怎么这么喜欢嘲讽别人啊？真的是这个区真的是怪得很。感受我的痛苦吧。没打到，放过来了，放过来了，他又咬我了。这版本能玩不灭剑魔吧？啊，为什么？哟，老是回头躲我技能的。装高手，我靠！那我下次我就换一个思路，下次我们就原地 Q， 不要老是同一招，这波前期 Q， 下波我就原地 Q 了。还有屏障。怎么突然就发难了？其实可以给他咬一下，他打不死我，我剑气好了。咬不死我一套。我剑气能回点血。护驾护驾护驾，我的开谁没有操作空间啊。哎呦，蹲到了。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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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，我就说了香槟开早了吧。哎呦，好走位！我将收割他们的挚爱，我将剥离他们的生存意志。是的，这就是我的目的。看我拉扯他啊！我已经看穿他了，嗯，玩不起是吧？啊，什么意思？去个真不走，去个真不走，来吧，哎，这一个，哎，这二个，哎，翻到就，哎，哎，别急，大步电器，哎，这一。哎，Q， 等 Q 刷新，别着急。别急，他递过来要，我们在闪现躲掉他的。啊，这波其实还能操作的，他的 Q 有点长啊。我闪现再躲掉他的 E， 我技能好了，我能反打他的。可惜。准备操作了，但是他这个 Q 有点长啊，他应该是没 E 到我的 ，Q 到了，极限距离把我 Q 死了。
has been slain.有超虫拆的就很快了，超虫至少能打1000多啊。吃爽了，打死你！有本事别走，啄掉你啊！吓死你！王森来了。哎！不是哥们，这卡莎又是什么东西？哎呦阿姆，哎呦，我操！贵，还有高手，给力啊，给力！我又失误了，我操你在 Q 你的那个，我就感觉他要回头了，菜了兄弟们，这波 Q 到他死了，来的是真快，他妈5个人都要来上路了。30%移动速度，持续4秒钟，哇，持续的还挺久的。他奶奶的，这个鳄鱼他们打架不怎么样，他妈守卫还挺会扭的。一个杀了，撞不出来，
队友在附近，不能追。啊！抓他！又过了。不行，还差50块。哪有50块？哎呦，打起来了！大幅度就完事儿了。哎呦，哎呦！哎，没买上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，被开了，要出事了，不知道死几个，死两个，别死三个，死三个等下打不了了。我操，得来呀，兄弟！我们操作一下，这就是为什么。对面中单的超神啦，主要刚好我触发那个血手来了个鳄鱼哦，把我盾破了。没事没事，他们打不了大龙，还行吧。得多出点魔抗，魔法伤害太高了。这把出个半肉装就可以了，等我有钱我再换输出。
对面中单是真有说法，他居然能玩到超神，我操！不过没什么用啊，我们这边弹幕力都很强，辅助战斗力都很强。有没有这个东西？他在附近吗？好狡猾啊，我操，还好我们打野猛啊。这也不能叫混吧，我是怎么能叫混呢？我上路可是把鳄鱼给打爆了，只是我后面被抓了而已。给AD点个赞。虽然我的评分不是很高，但我没有作用吗？啊。